看到别人这个宣传照片，看到别人的独立站都非常漂亮，自己也想做一些原创的图片。在之前的话，可能难度是比较大，但是自从有了 AI、有的 Midjourney 这些工具的话，这些图片都是可以进行原创的，进行拼凑的。今天我会进行一个操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对这些图片是进行怎么处理的，然后怎么变成自己的一个原创的。首先，你要准备一张图片，像我这张提前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之后，放在这个平台。这个平台是用来提取关键词的。图片上传过之后，点 Run 这块，它就会加速提取。这提取过的，我给大家截图看一下。白色背景茶壶、树和花，这个平台也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是提词。还有一种方案就是，在这儿 Midjourney 里边进行根据图片描述提示斜杠 Describe，在这儿上传图片。就会这个提取，每次可能会有差距，但是它会提取4组，然后你会根据这个每组再出来一张图片。但是更好的方案是这样的，是需要把这些所有的词先同时列举起来。像我这块网站截取的是在这儿，Midjourney 是在这儿，根据这个进行对比，然后再放到这个 Midjourney 会更好，因为上面已经给大家做过参考，大家看一下。就是根据它每次的提示词出来结果，大家看，虽然产品都一样，但格式不对。这个是平铺的，这个虽然把所有的描述关键词都提取，但是没有进行平铺。你看它四组关键词全部是这样的，所以整体把它全部先翻译，或者说自己先看一下会更好。而我在这儿又进行这个平铺，这个模型出来的是这种结果，平铺。像这种话，我都可以把它直接拿来用进行原创。这个做出来就有那么点感觉了。然后再进行深加工就可以了。它这个东西魔力就在这个地方。如果说在以后这个语音接入系统更强大的话，可能大家动动嘴都能干很多事情。所以说这是很可怕的。AI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体现？我相信很多人是深有体会的。所以说现在这个变革其实是非常可怕的。为什么说市场说这个提示词工程师是比较缺少？因为会提问才会出现非常好的一个作品，在后期的过程中，AI 是可以让很多人失业的。怎么用好 AI，这个还是可以放在重心去研究一下，它可以让你的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，会让这个工作事半功倍，这个是给大家传导的。